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大大卷？今天就要有两百个大大卷，做一个超大大大卷，点个小心心，开始。这包装也太难撕了吧，一个就撕了半天。继续。已经100个了，我现在腰酸背痛的，可怜可怜我，给我点个小心心吧。有了你们的小心心，我就更有动力了。把它们卷在一起。